我们努力的拼搏，为更好的生活，不怕路要颠簸，想要你能快乐。我们拼命的赚钱，换来跌宕一落，乐观面对辛苦也是甜的。生活到底是什么？是面包还是苹果？苦辣与酸甜一笑而过。生活到底是什么？是酒绿还是灯火？是幸福的花，一朵又一朵。最好的，最初的，为什么变了模样？让生活。我叫依兰，70后，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。我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人生赢家了，历经15年，从无到有。我和我先生王大成创建了自家企业，女儿平时住校，婆婆动动嘴就成，因为家里厨子、保姆、司机一个都不少。整体销售都还不错，但主要的利润还是来自于代理的国外品牌，自有品牌批零业务增速都不大。舒雅，目前销售最旺的代理品牌是哪一家？还是 King Cap。 目前餐厅的系统和露营系统都备受自驾露营群体的青睐，所以说 King Cap 在这方面表现的是尤为突出的。迟到2分钟啊，王董。嗨，我说给你请假你又不批。今天上午有企业家访谈，里面有我，我想在办公室看完再来的。人家又没安排你发言。可我坐在头排。坐在头排不等于你就是头排。既然借势国外品牌推广自有品牌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，那么促销订单至少有30%的自有品牌要是我们自己的产品，不能让经销商随性搭配。指着经销商多被动啊。实在不行啊，自有品牌产品咱们自己铺货得了。自己铺货，运输成本、场地租金、人工工资，样样都不是小数。可零售利润是自己的呀，还能产生品牌效应，还能引起风投关注。关注了又能怎样？融资上市。又是融资上市？你以为那些风投都是傻子吗？我们公司大部分的利润都是来自国外产品，自有产品还在襁褓阶段。舒雅，明天跟我飞趟大连，用4到5天的时间把东北的客户跑一遍，主要的客户一定要当面落实促销订单。好。钱经理，之前有笔款子到现在都没到账，你得赶紧催一下。好，我再催一下。停。什么意思？女王回头。你要看这个？后续热点事件，往回补息。但是从过程来看，小伙子们这个看到了。再往回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。由我台倾力打造的大型励志专业舞蹈评论节目《舞王驾到》已经拉开了征战的大幕。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各地的选手海选的出色表现。现在在场上表演的就是21号选手。天哪！这不是依依吗？还真是
庆一，这孩子什么时候学的跳舞啊？啊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搞错了，那个根本不是依依，长得像依依，在学校上课呢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怎么回事啊？空号？你问谁呢？闺女换号码了，给过你啊。你这当妈的忘储存了呀？来，你赶紧给他打一个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，上课嘛，很正常。关机。你打给谁啊？打给妈。学校呗，他还能在哪儿啊？大姐，嗯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妈怎么说的？说依依在学校。你看，我就说在学校吧，这错人了。舒雅，你们继续讨论促销方案，至少得有三种，确定之后马上发到我的手机上。嗯，好的。秦经理，合计成本控制在5个点，你给把下关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去学校，跟一的不在此。要不要开车送你？不用，你去开会了。哦，妈，依兰到学校不见了依依，肯定会给你老打电话的，你老就坦白从宽了吧。那你为什么不拦着呢？我哪敢呀，我一拦，那不就彻底暴露我是同谋了吗？妈，干脆你就替孩子认了得了。你是一家之主，依兰再生气也不敢拿你老怎么着啊。行了，挂了吧。什么孩子呀，为了自保亲妈他都舍得出去，还不如我们小乖呢，遇到什么事儿知道往上冲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哪位是王依依的班主任啊？我是，您哪位啊？您好老师，我是王依依的妈妈。呀，你就是王依依的妈妈。哎，终于见到本尊了。您都不知道我姓什么吧？我姓李。哦，李老师，李老师好。来坐吧，坐下说。依依妈妈，从初一到初二，这都已经快一年半了，您还是第一次到学校来找我。哦，今后啊，我一定主动联系，主动参与。突然造访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李老师，王依依是不是请假了？哎呦姐，这事儿您办的可不靠谱。我怎么不靠谱啊？啊，你说你今天怎么回事？我还没说你呢，你倒反说起我的不是来了。姐，您看你，我怎么又招着您了？你看，哎，你看你来了以后，喝了3壶茶，上6趟厕所，磨磨唧唧的，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？哦，那什么姐，姐，我今天下午啊，给拉斯维加斯了。瞅你去这地方，透着资本主义这腐朽气息。我跟你说啊，到那儿看可以，但你不能跟着赌。凭什么我们给美国人拉动 GDP 呀？我不赌。造也不行，53了。我怎么会造呢？我。那你干嘛去？我知道。到那儿想冲冲大头，您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合着我就不能去干点正事啊？不是大姐把你想歪了，是这两年你身边连个规劝你的人都没有。国庆啊，听大姐一句话，赶紧再找一个吧。姐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现在已经有人选了。有人选了，那带来看看嘛。哎，好啊好啊。大姐，我这次去美国呀，我其实就是……我跟你讲啊，你这次找这人顶多比你小个5、6岁，顶了天儿了，别找那小20岁的。哎呦，一天到晚不是琢磨你的钱就琢磨你家底儿。
我叫梅里，80后北漂，室内设计师。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宝宝。姐，有事啊？梅里，依依有没有跟你说最近她要去外地参加舞蹈比赛？没有啊。那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她有点反常？哎，你要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是有点奇怪哈。这丫头好几天都没更新微博了。以我对她的了解，肯定是什么事儿把她经理给占上了。是吗？其中肯定有鬼。依出什么事儿了？嗯，大爷。嗯。地道，好吃。老梁的手艺。妈，依依到底在哪儿啊？去学校啊，还能去哪儿啊？您就别瞒着我了，我已经去学校问过李老师了。哎呀，坐，依兰，有话慢慢说。啊。姐就一着急都忘了叫您了。哎。没事儿，急呀就对了。啊，我的意思是啊，急，证明是亲妈。哎呀，是你妈让孩子去参加网络电视舞蹈选秀的。妈，依依才上初二，为什么要参加选秀？那孩子喜欢，想去就去呗。妈，你也不能这么娇惯孩子呀。我这不叫惯着孩子，叫放飞天性。放飞天性不是让他逃学，学生就应该在学校里。依兰，打依依一出生，你把他交给我，你跟我说，我想怎么养就怎么养，绝不指手画脚。就是因为你这一句话，我才义无反顾地退了休，帮你们带孩子。我是说过，您想怎么养就怎么养。那我也是在介于您是一个老党员、老干部，有一定的思想水平，我才这么说的嘛。哎呀，我也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我刚刚呀，跟你妈交代过了。谢谢小舅。酒坛子都堵上你嘴上，吃饱了吗？啊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就得了啊，这么大岁数吃半饱就行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哎，你不是要赶飞机吗？快点走吧。哎，大姐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小舅，我送送你。你送他干什么？他认识他。慢走啊，小舅。哎，好好好，你们吃，你们吃。你妈看见你了，在电视里，真够背的，我可。哎，小姨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什么故事最催人泪下呀？什么故事最催人泪下？那母子情深啊，母子情深故事最催人泪下。小姨，你可真聪明。行行，你挂电话，赶快跟你妈联系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小姨啊，小姨再见。喝点水。打什么打呀？我妈手机号呢。对不起啊，哎，我问一下，你家在哪里啊？你妈叫啥？哎呦，我这不是说了也白说了。宝贝儿，咱给你家里打个电话啊。你家电话号码是多少啊？这个通话记录最多的，
是不是就是家里人啊？今天这是，妈，你谁呀？司机？我妈现在在医院抢救呢。喂。快来医院！妈让车撞了。不会吧？行行，我马上过来。嗯，哎，干嘛？我得去医院一趟，我丈母娘被车撞了。哎，没大事，赶紧回来。今天是内伤最重要的一天。你谁啊？我是那小火车司机啊。你就是肇事司机？不赖我，大姐，我踩刹车了。我按喇叭了，我也大声喊了，真不了我大姐。你现在说这有什么用？哎，宝宝，快进来，妈已经醒了。妈，美女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看看你没伤着，哪儿都没有伤着。送我来的司机大哥呢？阿姨，美女啊。赶紧给司机道谢，他没有撞到我，是我自己啊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耳鸣头晕就晕倒了。给人道谢。那大哥，刚才对不起哈、啊。要不你打我一顿。大人干啥？小伙子，你让我看看你伤着没有？现在正好在医院，要不去检查检查？没事，阿姨，有你这句话，大姐，就是打死我也值了。大姐，你快起来吧。大姐，兄弟想多问一句，你是不是？亮过呀。嗯。差不多得了，车已经走了。真是个好人。哎，你我真的错了。知道错了就把儿子接过去。哎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哎，你走了，我们仨怎么回去啊？你们仨自己打车吧，我今儿特忙，走了。张莽，能不能只让你一回啊？王大成，哎，易董，什么事儿？你给我过来一下。啊，好好。哎呀，哇！怎么每回去见老婆，都跟丑媳妇被逼着去见公婆似的？我的冷宫人生啊！上午飞大连，那你呢？我马上飞上海。为什么呀？问你妈去。问我妈为什么？你的宝贝女儿正在上海参加跳舞选秀呢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就不可能了？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抱怨你妈，赶紧给舒雅打电话，让她过来开会。哦，好好好。王董，心里乐就行了。三种促销方案都可行，复印件盖章给客户，原件给钱经理备案，你多准备点合同，争取当场下订单。好。
你能不能别在我的面前晃来晃去的呀？我的头都被你晃晕了。哦，我做时间有点长，活动活动啊。王董，尽快熟悉三种促销方案的实施细则，你可以选其一，也可以自由组合，成本控制在5个点之内就行。好，没问题，放心吧。舒雅，你知道王董谈判的毛病对吧？知道。这话说的，我都多长时间没跟客户谈过判了呀？有毛病也早没了呀。况且我也没什么毛病。谈判的时候不许给经销商画大饼。好，你说这个呀？哎，这也是种本事啊，能说会砍。一旦发现王董聊纳斯达克和创业板上市，你就跟他们说，我们的王董犯病了。好，不带那么侮辱人的啊，小看人。哎，对了，美女啊，医生让我找个整时间去查查病因，不过你别担心，我估计啊，我美尼尔又犯了。那我这两天在网上给您找一专家好。我的医保又不在这儿，还是回老家看病合算一些。哎呦，费不了多少钱。我有医保不用，我不是白工作了一辈子了。那您这一走得几天呢？嗯，我想今天下午就走。明天一早就去挂号，连看病、检查、带开药，4-5天，怎么都够了。嗯，行吧，那让张萌给您订机票去吧。哎呦，行了，订什么机票啊？坐火车就行，现在机票那么贵。坐飞机天还没黑您就到家了，爸眼神又不好，那么黑，你让他怎么接你？哎，行了，你听我的吧。哎，老婆，妈的身份证号发你手机上了，你抽空给妈订个机票。还有，别忘了跟胡总说你今天早点出来啊，咱俩一块送妈上机场。不是，妈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突然晕倒还是很危险的，人家医生说了，让好好查查。行，我到公司了，我马上进去新办公室订机票去啊。唐经理，哎呦，我得跟您请个假，我妈让车给撞了。啊？不会吧？那你现在人在哪儿呢？我刚陪我妈从医院到家。既然这样 ，Q 版思聪的工艺设计，算你放弃了。好吧，谢谢您啊。我叫郝威尔，90后，北京妞。大学刚毕业，我爱上了一个比我大30岁、魅力无穷的大叔。哎呀，我刚来你就到了。我跟大叔心有灵犀，我刚出来你就到了。哎，走。不会吧？你没跟家里说我们要去拉斯维加斯结婚啊？着什么急啊？我现在就说呗。啊，闺女。喂，爸，我们公司组织新员工去坝上培训，我现在就要出发了。现在就走？哎。你那什么公司啊？不会是传销公司吧？靠不靠谱？靠谱。啊，那就好，一定得注意安全啊！哦，对了，不要跟那个人模狗样的领导喝酒啊！我只和玉树临风的领导喝酒。哎呀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行了，啊，先挂了。
哎，闺女，喂，妈，我们公司组织新员工去坝上培训，我现在要出发了。这什么公司啊？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啊？你卡上还有钱吗？有钱，还有3000多呢。还3000多呀？要不要我再给你打回去点儿？穷家富路嘛，那出门在外一个女孩子，咱不能让人笑话咱眼窝子浅。哦，对了，你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可千万别坐那黑车啊！这万一遇到一变态的，别说你下半辈子了，我和你爸下半辈子也都交在这儿了。知道了，你就不能让我点好呀？行了行了啊，拜拜。丽儿，你和爸妈这么信口雌黄，不对啊？我知道不对，可我要实话实说，咱俩这婚就结不成了。我爸要是知道我嫁给他的同辈，非撕巴了我不可。啊，不对，我爸可从来不打我，非撕巴了大叔你不可。啊？你可别吓唬我。逗你的。我把家里能做的全给你们做出来了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回回锅，或者微波炉里热一下就行了。啊，那我主食呢？这样，两杯米。我下次回来，你可得好好的跟我学做饭啊。现在做饭太耽误工夫，有那时间，我还不如上回晚上吃会儿剧，睡会儿觉，多好。半夜这顿奶能省吗？不能省。你要是怕忘了，就闹上闹钟。我不会蒸鸡蛋羹耶。不会蒸鸡蛋羹就算了，改吃蛋黄米粉吧。嗯，对了，我还有个最关键的没有交代。美丽啊，这个是这个月的生活费，还剩下3000，省着点花。妈，这你退休金吧，这个月我跟张猛都没给你钱。猛儿的钱得还房贷。你的钱呢，又得给孩子买奶粉、买衣服、买玩具什么的，妈能帮你们多少就帮你们多少。还有，别动不动就跟我们儿动手。哎呦，你比他大，应该让着他。我就比他大1岁，1岁就不少了。你想想，猛儿出生的时候顶多8斤吧，那时候你都1岁了，都21斤了，足足比他重了13斤呢。有您这么比的吗？那现在张猛比我重30多斤呢。妈的意思是，你比他先成人，应该比他更懂事。看什么呢？那么认真？看拉斯维加斯的旅游攻略。哎呀，没必要，我都去过好几回了，我给你当向导。不要看了。哎呀，大叔，不要捣乱。看攻略是我们自助玩家的必杀技。懂不懂呀？好，我懂了。如果孩子在父母和学校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选秀，那……走，咱们吃点东西去啊。走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？怎么了？干嘛呀你？啊？没，不干嘛呀。喂，小舅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没长眼？谁啊？没谁呀。哎呦，你看你看，你赶紧去趟卫生间吧，美瞳啊都跑偏了。真的？啊，这边这边，对对对，就这儿，我在前面等你啊。傻瓜都看得出来，大叔是碰到旧情人了。以我多年的观剧经验，他俩的对话应该是这样的：靖哥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家呢？当初你口口声声说人家不适合你，难道一个小萝莉就适合你吗？
适合不适合与年龄无关，我深信这个女孩是上帝送给我最后的礼物。大叔的台词可不是我原创的。哎，你来，那个，今天这事儿啊，千万别告诉你妈。我姐要是知道了，非把我从拉斯维加斯给薅回来不可。啊？放心，我不会跟她说的。走了，小舅。这就走了？也不真一把，没劲。看来也不是什么真爱。啊？北桐真来了。梅里啊，赶紧给猛儿打个电话，告诉他我们挺顺利的，已经到机场了啊。张猛，你个废柴，没你我们照样到机场。怎么回事啊？刚说完你怎么又骂人呢？好歹我跟你爸也是知识分子啊。乖乖乖乖，放心吧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是不是纸尿裤满了呀？这你能看得出来？看这小脸绷的跟个小关公似的，你看看，你不会拉了吧？不会，刚才出门的时候刚拉了一大泡，肯定是尿满了。怎么办啊？赶紧去厕所换呀。那我走了。外婆再见。再见。外婆再见。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马上就好啦。哎，找一找。哎呀，哎，我给你弄。谢谢啊。宝贝，有事你赶紧联系啊！到了里边你就没法打电话了啊！来，你先来，坐这儿吧。好吧。还有半个小时咱就登机了。那么快？我的手机呢？别急，你想想你刚才去哪儿了？就去了厕所呀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刚才在卫生间跟一个抱孩子的妈妈把手机给拿混了。哎，你看你。你怎么办呀，大叔？是这样的，刚才我在卫生间帮你抱过孩子，咱俩可能是把手机给拿混了。啊，不会吧？哎呦喂，还真是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姐，我现在马上要出国，我都已经过安检了，但是我五天以后才回国呢。哦，行吧行吧，没关系的，那等你回国之后咱俩再换吧。谢谢你啊，姐。哎，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梅里，梅子的梅，李子的李。你名字可真酸。确实挺酸的哈。行，那我回国给你打电话啊。好，再见。怎么样？搞定了。
孙姐，孙姐，哎呀，太太，你胆子挺大呀，居然敢不接我电话。哎，你可不能冤枉我呀，是老太太不让我搭理你的。你倒挺听老太太的话，你偷偷接我电话，老太太能知道吗？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我是老太太雇来的，我自然要听老太太的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开了？那没关系啊，开就开嘛。没有老太太的发话，那我也不敢走啊。孙姐，那我问你，家里除了你和司机，谁还知道依依逃学选秀？不说是吧？那我现在就跟老太太打电话，说你刚才接我电话了。哎，你空口无凭啊！我手机上可没有你的通话记录呢啊！这回有证据了吧？说，家里除了你和司机，谁还知道依依逃学选秀？家里啊，除了你，都知道依依逃学选秀。照你的意思，先生也知道？照我的意思，还有王小乖呢。王大春这个王八蛋，你给我等着！依依呢？台上呢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去世了。哎，麻烦让我上去。不行，您不能上去，正录着呢。我们家没有钱。你们要是不让我上去的话，信不信我报警？我妈的骨灰盒一直放在我们家里。告你们在监护人和学校不知情的情况下纵容书生让离家出走，让开！哎，姐姐，我一定要出人不倒大咖，挣很多很多的钱，我要让我妈住在看得到阳光、有山有水、有花有草的美丽的地方。王丽丽，你太过分了！我去，对对，我是王依依的妈妈。我代表王依依宣布退赛。喜欢出名，我喜欢跳舞，但我喜欢出名。出名是要靠真本事的，不是靠胡说八道。你别在这瞎说，现在出名就要靠炒作，哪个明星跟网红生活没有公关团队啊？你脑子想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啊？啊，简直不可救药。我不可救药？哼，那你作为妈妈，你管过我多少？我怎么就没管过你啊？啊，你现在穿的、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不是我花钱买的。我一猜你会这么说，妈。我不是小乖，吃饱喝足就心满意足了。我是人，我需要关爱和温暖。可是妈妈没时间，妈妈得管理公司，妈妈得挣钱养家呀。你少拿挣钱养家说事儿，在你心里，根本就是挣钱比我重要。你可不能这么说啊，你才是我心里最重要的，依依。我挣钱可都是为了给你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，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。
我们班同学有没咱家生活条件好的，也有没咱家有钱的，可他们全比我幸福。周六周日爸妈接送我呢，我就在旁边看着。先别说这个，你就跟我说你跟我在一起吃饭你跟我有过几次。幼儿园过母亲节，别的小朋友拿着小红花对着自己妈妈唱，我呢，我拿小红花对着我奶奶唱。我第一次来例假什么时候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吧？别的妈妈早就给自己的孩子准备好那个了，你连知道都不知道。这就是你说的关心我、温暖我，我谢谢你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在教室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还是同学告诉我的。你说我多尴尬！指责别人之前，先想想好你自己。你可以指责我爸，但你不要指责我。你是成功人士，但你绝对不是一个好妈妈。想面对失衡，想要做的很多，怕错过的更多。曾经困惑怎样才能快乐，想要为爱守候，却怕丢了自我。新的身份和这不一样的生活，蓦然回首，一切都是值得。只为靠近。